本节目由经典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生活我定义，披荆斩棘无所惧。本节目由京东赞助播出，每周五京东首页拉一下，超多哥哥福利等你拿。本节目由三星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实力霸屏，展开无界精彩。本节目由高端零食良品铺子赞助播出，高蛋白肉脯到位，哥哥训练不累。本节目由国际高端家电卡萨帝赞助播出，无畏荆棘，成就不凡人生。本节目由焕亮纯净美肌的麦吉丽生物质石墨烯面膜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超好吃的德芙零糖黑巧赞助播出，零糖也丝滑，哥哥超爱吃。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衍生哥哥的少年时代。这是一个奇幻的早晨，崭新的宿舍大楼，充满魔法的剧场，在等着即将到来的访客。几万，来这个节目已经几万了。这是歌神，打功夫的。我们是言承旭吗？多多几家，多多几家。随着33个人的到来，大飞哥，一个关于家族诞生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所有的哥哥们在舞台上彼此就认识。而唱演家族的诞生，也从8个部落的建立开始。太好了，起初的想法就是形成一个文艺复兴之全开麦立下 flag 到底的族。Bridge 的意思就是桥，那什么东西是桥？这世上没有路的时候，那就有了桥的出现。我跟你讲，武力是对别的族的。60、61、91。对，我们没错，我们就是来捣乱的。成交。从此他们将同盟协作，不断扩建阵营，谁将成为最终的唱演大家族？他们也将共同生活，运用智慧赢取和分配有限的资源。找题去了。卓哥突然好年轻哦。慢慢来慢慢来，选个小的。拉着他。言承旭与哪位哥哥的妻子演绎了相亲剧情？回答错误。哎呀，哎呀，你去完才知道啊，原来需要智慧。对，新部落新队长将如何排兵布阵，迎接首场部落对决？哥哥们下午好。下午好，又见面了。下面我们马上进行的是出场顺序的选择。我们的规则是出场顺序由各部落自选，10分钟的时间，火力值高的可以调换火力值比自己低的部落的顺序，但是你只能调换与自己部落相关的排序，不可以跨组帮别的部落来调整顺序。演唱的顺序至关重要。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结合竞拍结束之后的剩余火力值，以及今天挑战结束后所获得的火力值，两者相加之后，看一看各个部落的哥哥们所拥有的火力值总和。来，我们请看一下大屏幕榜单。现在排名第一位的是 Bridge 部落，拥有着334火力值。你们上太猛了。接下来是欧阳靖部落，拥有着326火力值。赵文卓部落拥有204火力值。接下来是陈小春部落，拥有3火力值。赢了赢了，好厉害，连标都放不下。那现在我们的10分钟倒计时选择现在开始。我们可以一直换，你懂吗？我们可以换上去又换下来。这个有点刺激啊，排兵布阵的感觉。越后表演越好，八组表演其实观众记不了那么多，靠后面的是比较好的，像一场演唱会一样，最后一首歌结束的时候的那种情绪状态和整场的氛围，它比较能够满足观众心里边那种莫大的满足感。我们要最后好不？我觉得我们可以选最后。那先贴第8吧。对啊，对，好好好。今天我看上了一集，海前是比较激动，他说我们先表个态度，我说好，你别说了，不急于出招，就转头就开始观察。那咱们只能换陈小春哥。对，
三分。那我去。他们应该会被换掉，他会被换。哦，换了，换了，换了。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就交给命运的安排。第八了，等等等等。不着急，坐一会儿。对对对对对，坐一会儿。所以他们都还是想要竞争这个四五六的位置，没有人想要抢第一。第一个最倒霉了，你要第一个演到最后一名把你忘了，你演的啥都不记得了，那这个太致命了。从心理学上来讲的话，往往在一整场活动的开场的人呢，有些时候没有进入那样的一个状态，按照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第一时间就分析出来，靠后面的是比较好的，靠后面的是比较好的。大哥就是大哥，就是猛，就是猛。哥，你看多猛！我看到其他人选的时候，哎，在他前面唱好，啊不不，在他后面 ，OK OK， 那我们没有那个需要去考虑，无所谓哪一个。我们大湾区的代表们，这个真是没想到，去，你看，哎，他们要贴，看他们，看他们，如果他贴八的，那没戏了。哎，他们不想在最后。哦 ，yes。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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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被拿掉了，哥，没办法，他票数高啊，他票数高，只有两个位置了，最高分是盖。当他们选择了第六名演出的时候，我这心就放下一半了，但是还是不急于出招。他大哥稳得住，大哥好稳啊，大哥，让子弹飘一会儿。大哥真的是很大哥，来啊，玩一玩，玩一玩，行啊，玩一玩，玩。今天我们有点钱，所以玩一玩，玩一玩，玩。他们很重要，欧阳靖这个。如果欧阳靖他们选择了第八，我们就没有机会资格选第八了。其实唯一能够让我们被动被换掉的只有两组队伍，当这两组队伍的代表上场的时候，我们会心里面有点波澜。我们在一首慢歌后面。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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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去了，真的啊。二七九点，太酷了！如果真的我们就这样这么顺利的拿到了第八位的话，真的就很顺利。也太扯了吧！就是从头到尾，怎么可能呢？Bridge 又挑了，哇，他又挑了！哎，任性。Bridge 总是做那种让人很意外的举动。哎哎哎，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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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完。再换一下，再换，再换，再换一下。可以这样的，为什么不能？可以换两个啊。只能一次换一步。我们换到第六。只能动一个哦，一次只能动一个。谁在我们前面？哦 ，MC 金他们要换，有钱人这是不一样。玩一玩，玩一玩。这个是谁啊？赵文卓师傅。你敢动赵师傅？
你想想，来呀、啊！你家里面有钱没事，你换不起，他换得起。他换得起吗？他们换得起。啊，对不起，大哥，我错了，大哥，大哥。距离出场顺序选择结束还剩最后30秒，怎么样？不要再这个。那这个也不可，他是慢的，对，他是慢的。你们站开一点，看不见了。你不能动了，你不能动了。可以。我再挨个确认，发现他们好像这长米啊。对，他是每一次换的都是他们吗？可以。我们就坐山观虎斗。快点，快点，快！十、九、八、七、六、五、四。3、2、1，时间到，时间到。那我们 OK， 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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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如你所愿，不错，不错，不错，非常棒，这真的是最棒的结果。也好，我们可以早一点收工，对，就晚了就早一点，早一点就好好享受。家族的诞生才刚刚开始。那些能够带领冲锋的人，必须要去练练练练练。有时候是因为才华、智慧，有时候是因为真诚、善良。我们全部都一起。未来的3个月，会为我们打开哪一扇门呢？一起来吧！非常期待文艺复兴的这个概念能够找到一批追随者。四位都是有创作能力的选手，我们在一块儿可能会撞出一些火花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四个能不能找到一个想法，大家都 let's go。 几个哥哥闪光的一个部分是希望可以好好抛光展现出来，一起要相约相扶，就是大家平等一点，让大家都非常舒服，互相去鼓励，互相去帮助，那就不用怕。这个歌好，非常好啊，非常满意。我有温中国，感觉啊没什么唱啊，就那么一点点而已哦。多简单啊！对吧，这个就很简单，就很简单。啊，老师，老师你好，你好。其实我们对这首歌也没有很熟，感觉好像比较容易。其实这首应该在这个歌里边应该算是最难的。3189啊？对。所有的火力机都投送了。在3189之前看叶少的歌，哎呦，好吃啊，好吃，简单了。结果进去之后就啊，我发现啊，你们3189这首歌是这么多歌最难的。我们先听一遍吧。好。带我哇，完全没有画面，没有感觉，怎么练呢？啊，我们是不是挑错了歌啊？每一个人的很框，从心底里框出来。你要再听，因为基本都一点都没有。印象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咱们过一下歌词。我还是很困扰，哎呀，哎呀，我只是想睡着，我只是想睡，我只是想睡觉。我还是很困扰，哎呀，我只是想睡着。这样吧。哎呀，哎呀，我只是想睡觉，我还是很困扰呀呀，只是想睡。什么东西啊？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本来觉得哎 ，OK 啊，应该很简单啊。后来我们把整首歌听以后，我们五个人都在我的梦里，狐狸不吃绵羊，绵羊不一定有善良的模样，善良的善良的模，善良的。从零开始，那个是比较难的。你有试过你一个嚟定一齐嚟好啊？你觉得？一齐玩啦，冇咁大啊，冇咁大负担啊。好大负担啊，大佬真系。你练起埋脚啊！未有试过。我真的是手脚不协调。我每一步都是在犹豫，几步是向前还是往后？向前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后面的动作，所以很有这个挫折感。我自己也不是很擅长跳舞，看，看，我尽量去不要拖他们的后腿的 ，OK 的。手牵手，哇，好快哦！我也是有点赶，虽然我跳舞跳了很多年，很有经验。可是，跳起来我就觉得，哎呀，好像什么不对劲，哪里不对劲？可不可以再慢一点？啊，那个，慢慢来，不着急啊。慢慢来啊，一步一步来。嗨，有有，嗨，咁其他队员好似好轻松咁喎，佢哋。系我哋复杂啫，都系唔好爆嘢啫。衰成都唔会爆咩嘛。我谂紧头三位啊，啲你谂到喺嗰度啊，队长。跟住又要起队名啊？系咩？一定要啊！大家好，我们是新鲜滚雷啦。一系就叫冇内涵啊。真嘢唔好攞出嚟讲。TVB 啊就叫。嗱，我哋而家排完就知道发生咩事啫。会唔会即系喺嗰个前即系呢段嘢一分钟嗰度咧？系啦，有乜嘢可以带一带佢哋？可能我弹真系弹啲小朋友嘅儿歌。即系一路弹住，一路讲嘢噶系嘛？系啊。一步一步嚟 ，step by step 咩啊？一步一步嚟 ，step by step， 我慢慢已经听到佢讲嘢啦。他有时在 WeChat 讲嘢，我都要听好多次。我都是，我都听不到。我试过有一次，我索性转了文字。还有时间，应该没问题，没有多大问题，没问题吧？我还是要强调，我喜欢胸有成竹的美好，因为音乐就是理性创造出来的感性。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们这组每一个人的求好心切，还有一些自己怀疑自己的表现不够，或者是认为自己需要再多，这些东西都有发生。那我们就一件一件开始，顺着时间来讲吧。好，所以是要算账是吗？没有。其实我们刚开始在组这个 team 的时候，就是要跟其他的组别直接区隔，不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唱的组合。我们其实想引领观众与听众的概念，就是说各司其职，有两位舞者，有一个会唱歌的，但我们在音乐与表现力上面又互相依赖，所以这是一个术业有专攻的一种新形态的组合。我们负责音乐的部分，至于舞台的呈现的创意，我其实是很想二位在台上设计编舞。我相信二位的专业，我绝对有这个把握，是这些人没有想过组起来的东西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就炫哥你的意思是说这两位哥哥的话他就又是纯表演舞蹈了。对，这是我要的东西。我很怕做到后来变大杂烩，其实我很怕。就是其实我说一下我们的想法，这首歌其实对于我们俩舞者来说确实声乐是有困难的地方，但是我们也想有更多的参与感，我们的唱歌也好乐器也好，我们肯定和哥哥们相差甚远，但是我们也想努力，我们想努力试一试，就是不打扰到哥哥们的前提下，对，我们想试一试，也想有一点点的突破。我推了很多让我在舞台上做我擅长的事情来到这里，然而我来到这里就希望我光明正大的在台上唱歌啊。我好像一句话都没说呢，其实我一直在想，而且我得有点章法，其实我脑子现在特别乱。我从事的是舞蹈行业，我认为我是一个艺术家，那现在邀请我的两位老师也是艺术家，我是希望我们可以艺术家之间的碰撞的火花在这个舞台上有新的可能性的。也许那个东西我并不擅长，也许我唱的不好听甚至是跑调，我享受我蜕变与改变的过程。舞室里面被安排唱的是声音是最出彩最亮的那个，这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还有可能会自曝其短。我其实对两位有想法才会说我们在未来的东西时机成熟漂亮的有漂亮的地方，有适合的词或者什么，在大家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间华丽的就是在舞台上一个转身突然间开口，那个才是舞者在这个舞台上开口的最佳时刻。那这样吧，四位哥哥，你们可以再探讨一下先，好不好？ Okay. 还是希望四位哥哥可以碰撞，达成一个共识先。我们先自己先聊一聊吧。好，炫哥，我们随后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哥，你知道吗？钢琴和音乐是经常会有碰撞的。对。但是我们作为舞者，我相信我跟刘佳，我们都有经历过碰到歌的时候的问题，要么就是有歌手在台上，要么就是没有歌手在台上。没有歌手相对能好一点，一旦有歌词的植入的时候，舞蹈就很容易变成伴舞。其实我期待的概念，其实我也跟他们提过，就是哪怕这个上面来讲，给我的镜头越少越好，我希望给你们镜头是越多越好。那这个 vocal 呈现出来的歌词，就像是对着听者的讲述一个故事。而你们是这个故事的主角，这是我的概念。我越说越不敢说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哪一句就说得很过分。没有，你可以说，真的真的，我很清楚，我来这个地方的想法就是冲撞，否则我们为什么来？我们的镜头多与少都不重要，我们在意的是当镜头给到我们的那一刻，我们在干什么。所以我期待的是你们最迷人的一面，也就是你们的专业。如果有机会继续加东西的话，我还会再想，但目前为止我目前想到这边。我想做的事情被别人以爱的名义包裹住了，就像父母说我这是为了你好，我不接受。其实我对于理想的讲法和反应完全能理解，而我呢总是会替他们担心，你带着舞蹈家的光环，大家觉得啊他唱歌也不怎么样嘛，我很怕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讲不 OK。 跟我实在憋不住了，我要去厕所。
主要我现在真的很烦躁，我感觉我可以哭出来。嗯，我希望我可以好好的把这件事情解决。我坚定在这个舞台上我可以唱歌，无论多么曲折。散落在风中的一蒸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恒的伤疤。唱一句这句的时候，你要想起后面是这个，所以当你在想它的时候，是甜蜜的吗？不会。三哥，但是我其实到现在我还觉得，我还是会我的画面，我还是会觉得它像伴舞。假如说我们还有十五天。第一次公演，那在这十五天也许对我来讲都是难的，但是我就觉得我来到这儿，我在这十五天里边有限的时间为这个事情做出的努力，最终上台呈现这个过程是最美的。这个我跟你的意见不太一样，不是说我想这么干，我有热情，然后我练了，然后好，我的确也练，我有进步啊。可是当你没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贸然闯进去，其实在我看来是很可惜的。就我很担心，就是为了我们四个一定要在台上，然后我心里又没过去这个坎儿，我就很牵强，然后去做这个事儿，就是硬凹了一个东西出来，最终这个作品的呈现我也不满意，就哪怕分数再高，就作为我们演员的心理就是这样，我自己不满意就是不满意，你说我好我都不信。这个就有点说不太通。我们再想一想。所以这一切都很混乱，而也就是因为这些混乱让我现在更加的焦虑，让我去做我过往很擅长的事情，这真的不是我来到这个舞台的目的。我本来还喜滋滋非常美滋滋，哇哦，这个组合那简直是要做的东西是引领，就是带别人。哥，怎么样，累不累？啊，一整天心情都不好。你怎么就心情不好？给我讲讲。就跟炫哥现在我们有分歧，他希望我纯跳舞，不让你唱歌。我一直就很排斥，我不喜欢拿流行音乐跳舞，我不喜欢有歌词，我觉得一旦有歌词，我是在诠释歌词。你说真的，哥，你唱《速度七十迈》的时候，我想说我要怎么表达？我要在这跑吗？那我能不是伴舞吗？我不跑，我说《速度七十迈》，我在那速度七十迈，我在干嘛？哎，我看到有一个节目里边有一个这样的动作，这样的一直在做这个，我好喜欢啊！四个人那个，我好喜欢，我好想跳那个，是吧？我现在陪你跳，跳一跳你就满足了。比五六七，走你！哒哒咚，哒哒咚，哒咚。我们现在我已经惨到这个份儿了。我知道，你就想要跳点不一样的。我就对啊，我就想啊。我昨天有发一条微博，我说我现在每天在以光速在进步，然后今天突然一下让我闭嘴，我还怎么进步？
没有，就把那个穿越回去了，把那个围脖删了就好。安慰他。我想知道你现在卡到什么点了。让我做我心中的伴舞是我一定都不会做的，我宁愿退赛我也不会跳。我的天哪，真假？你来我帮你收拾东西好不好？行李在哪？你说你要走，那我肯定帮你收拾啊。我作为一个朋友，我帮你拎下去好不好？我帮你叫个车。这两个人你看，当队长有很难的取舍，几乎没有办法100%满足对象所有人的愿望。如果他的难度很明显是刘佳或那个理想无法掌握的，那我担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一定要帮大家把那个 hold 住。其实这个队长在我们这里不是一个有绝对掌控力的人，而是一定要有责任心，有爱，有沟通能力。我的特点就是我有好的沟通能力，我能够冷静下来。你是乔？对，我是乔嘛。我站在高岗上远处望。一公的主题是太空。OK， 他这个词是这样的，说是这个，如果外星人探访来到你所在的村庄，请你讲述一个故事。哦，相当于外星人来访来到了我们地球，我们给他讲述一段东西。来，我们现在就开始写起。有点被动，很被动。我喜欢的音乐是往回收的那种东西。我需要一个稍微美一点的声音，但你跟 hip hop 就有这个噪，特别噪，他们往外放，他们就很知道搞气质。就是属性真的不一样，这个歌它就不是我擅长的那个东西。Surely have the suspicions. Was a fool of wonderful imagination. In this situation, don't need a reservation, but with condolence, can call me. 不是，是这样的，你唱的不确定。哎，对对，拍子也没有给他们主心骨这样卡上，不确定。我们一起来帮助那个。Driving an amazing station, niggas are pretty good vision. Hit him in any station, pretty good hand in my vision. Hit him in any station, 就是哪个意思？应该是中文，有的。在排的时候就是很懵，就是因为你要去跟他们的节奏，那不是我觉得很累。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哎，你怎么想的？我想的是。你干你唱的那个东西就在 A， 然后 Bridge 跟你唱一样在 B， 然后我就是唱完这段唱了以后嘛，我把编一段吉他进去，是有停顿的吉他，我觉得这样是会有停有起，不然它就很平，就一直都在这个里边。因为你的 flow 是你的 flow， 他的 flow 他的 flow。不，我们想的是我们要合在一个 flow 是吗？是一个 flow 的问题，就是我们会配合的很协调。对音乐上我是很强势的一个人，就是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就可能我就会拿死。啥？头胀，我就盖特别外放，就是很直，就是他要表达的东西，他就。一下子出来，奶铺新开张啊！试一下我们的夏日新饮经典冰镇有机奶，它每百毫升含3.8克优质乳蛋白，来自中欧有机双认证的有机牧场，营养价值特别高。它有多好，人们都知道，而且奶香纯正。我跟您拿个冰的，哎，好嘞，谢谢。
这也太爽了吧。这奶味本来呢它就特别的香浓纯正，冰镇过后呢是又满足又解渴。最方便的是这个旋盖的设计，没喝完的话我把瓶盖这么一拧就可以随身带着。那我方不方便带几瓶走，一会儿呢分给要做任务的哥哥们，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喝了经典有机奶，哥哥公演更精彩。好，借你吉言，欢迎再来客官。好的，谢谢麦亨利哥哥，稍等稍等，留步留步，尝一尝我手里这个冰镇的经典有机奶，奶味香浓纯正，冰镇过后真的特别好喝。这口感真好，我要拿给其他哥哥。好，没问题，加油加油。来杯经典。Watching. 每天牛奶喝什么？牛奶就选经典款，有机有机真有机，这瓶经典送给你，3.8克乳蛋白，经典有机奶，有机生活一起来。 Hey, I'm watching. 因为我很懂盖啊，盖当时的心里想的是，我们是 hiphop， 我们不能够怎么样子。我不管那么多，我要出来，音乐必须要燥起来，跳起来那种。这里是高岗，守候你的嚣张，你病入膏肓了，地球变得刀枪。那 Ricky 的意思呢，可能就是我是有自己乐队知识的人，哎，怎么来变化的更好，或者怎么来凸显出这个东西，你们两个不能玩开心了，不能不管我呀。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也一定提醒我是一个队长，这个时候要主动给 Ricky 修乐，给他我们的爱，让他有存在感。我要让盖把他主观的意识往回收一点，因为我们是一体的铁三角啊，我愿意为 Ricky 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也会带领着盖和我站在同一个人，我们去配合 Ricky， 让 Ricky 有家的感觉，有归属感。队长就是在这些地方需要站出来的地方。啊，好懵啊，我不知道我该干嘛啊。我们来一起帮你排，你不着急。主要有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法跟你们在一个里边，知道吗？所以这是个问题。对对对对，所以我到底是 You have a suspicions full of imaginations， 我可能都是这种。对对对，我没有那种。对对，你就要这样，你放心，你这样的时候我们也会配合你的。我也懂，不可能让你和我们一起，对对，你们要一定要保留你的 sense， 就是这个点上，要不然我会很尴尬。对对对 对, 对，我也觉得很奇怪。对 对, 对，我一定要跟上你们的对的感觉。放心放心，相互，我们不能够丢失了你的特性，不能够让你做，我觉得我看起来的那个动作都不是 Ricky 的动作。对，就是这样。Bridge 很称职，去帮大家协调这些事儿什么的，我做不来这个事儿。这里我们来帮你一起想，现在我差不多完了，就是说这里我们来一起帮你这么想，我们一起来帮他想这个 flow 的拼凑，我们一起来帮他想。It's in a 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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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osition 是个好词。然后应该是啥子 PlayStation， 哎，还有 PlayStation， 对，来，我们来一起帮你排，你不着急，我们全部都一起，对。来啊，准备，准备。You have your suspicions, yeah. Full of imagination, yeah. If it's invasion, you need a reservation. You can call me an alien, yeah. Dead on a television, yeah. I need a conversation, yeah. Come to the PlayStation and want an answer. Congratulation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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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样子就很好。嗯，就是我可以跟 Bridge 合作吧，可以跟盖合作。那这个东西是大家一起呈现的话，那需要商量的。我们要做的是一起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我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当时在一起做工作室的时候，我们有三点，做三个歌，做歌、录歌，还有哄盖歌。就是我说 Ricky， 走，我们一起看个东西，很简单的一个耳朵。然后盖哥出现在后面，然后我们就在看盖哥做什么。你怎么？你们是不是跟我不爽？对，我懂了。对，然后我们就是。我说什么呀，就很渣啊这些点。这个太摇滚了，对。扣走吧。
Ricky， 你有什么要跟我们俩说呀？好吧，有什么我们都只是说，嗯、啊、不会有那种感觉的，你放心。没有没有，我没说，我没有那意思。你放心，就是绝对安全，绝对安全。对，我们都很简单的人，你放心好吧，不用那么细腻，我们都很简单的人，嗯呐、啊，巨简单。今天有加深一下感情吗？加深的挺多呵呵，哎，这才是朋友。我告诉你，如果上来就很熟的，那不是朋友。我觉得男孩子有些时候打一架可能还很好，是增进感情的方式。打了过后散了，那就是放不在一起；打了过后散不了的，那就是代表磁场相近。我能做的就在当那个 bridge， 而且我非常愿意吧。对，我发现真的当队长这件事，真的是一件。要好好学习，好好处理，好好参与的一件事，真的不是很随便的一件事。我们这个部落，这个火力值，对吗？不是比较小，应该是最小的。这个最后一名，其实真的很丢脸，有一点低。我知道还好，只要我不是垫底的。太棒了，太棒了，真的，我完全没有计算，我也没有留意，我也没有，我太开心了。如果我是32就好了，哇，30、31、32、33，四个一词，哈哈。那我们就先听一下我们这首歌的整个的音频。可以。这歌应该是唱跳的，听见那一瞬间，太难了。对一个基本上濒临于不协调的人来说，感觉实在没有把握。我已经喜欢这个开始了。舒服的我 ，I love it。暂时来说，一点 hip hop 说唱的感觉都没有，我就想有这个。对，一句 rap 都没有，太好了。整首歌都是一直都是唱跳的，基本上是没有 rap 的，所以我也觉得这个点是好的。为什么大家一想起我就已经在那个 rap 的那个 box， 这个箱，这个框箱，对吗？我不只想当 rapper。对吗？我有别的方面的嘛，别的方面的嘛。One。哦，不好意思啊 ，sorry。在雨里。哦 ，sorry。啊。不要急。哎，慢了一拍拍。左右直看，哒啦哒。哎，我乱了。哦、oh, ，sorry。休息一下。欧阳靖先做个备采，但是你看我是个废材。哎，你这 diss 我了吧？你说我是废材，我看你的样子。觉得你应该去跳海哦，哎，我们都去八卦一下，看别的哥们。哦，靖哥，靖哥，哎，靖哥，你这次要 dance 吗？给你们看看好不好？哎，还有的，哎，你他这个呜就打断我了。你这个呜 ，OK， 等我慢来一个先。5、6、7、8、9、10。不要，我自己来。赖过来，哎，等一下，赖过来之后是最后就是。哎，为什么我不记得拉过来之后，等我想一下。
对，刚跳了那么多遍、啊。休息休息休息，我再练一下，现在去练，加油加油。金哥，你可以的，你都可以。对，我都可以，你为什么不可以？我们等你啊。怎么办？我太平凡了，我觉得我有点个个不如。到那个地步已经好像有点崩溃了。到这一刻，我暂时在思考的就是，我适不适合当队长。其实我不喜欢当队长。他俩推选你来当队长的理由是？年纪大吗？我都比小白，我都可以生他了，对吧？虽然我看起来他可以生我啊，开玩笑，开玩笑，就是。相对来说吧，可能还是比他们稍微稳一点。你们俩让我听一下好不好？我还不会呢这首歌。听不见了。Drive me to the pain side. You want me dead. You want me dead. 信念的防卫切断我呼吸。You want me dead. 完全听不到原因，都被你们盖住了。我连这首歌怎么唱我都没学会。然后我在听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开始飙高音了。我说：“哎，你们小声一点，我听一下那个原唱是怎么样的。”我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也没有太夸张。我觉得我们现在商量一下 X part， 我们到底是要玩什么？我觉得那段 X part， 我们可以有一半的时间，我觉得可以一起非常齐。当然，他们俩都挺像的，都是属于比较冲动型的。特别是小白，他会比较更专注于啊，我想这样，我想这样。我有一个想法，这段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来个急柔，做一个铺垫。哎，我有个想法，就着重就打我们这个热血就完了。我自己有一个建议，编曲里面有配脚步的声音或者怎么样。而且他们，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两个有一点。四川话叫神戳戳的，就是有点神经质。Three, two, one, fight！ 哦哦哦哦哦！说一句静哥最想听到的话，臣妾做不到。就他们俩挺激动的，就可能需要有时候需要去稳一稳他们。MMA 它是一个格斗嘛，所以我们入台的部分设计是八角龙，想要做是真的格斗式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还原。哇哇哇！太帅了吧！哇，这个太燃了！不犹豫，果断！不犹豫，果断！我们可以把武术融入到我们的表演里面，这个机会太好了。我这个太帅了，景哥就这个吧。你们先冷静，你们先冷静。在听到这个创意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有一点抵触的。他们俩的反应就是好，可以。太帅了。我觉得大家在兴奋之余，还是要冷静地想一下。我首先要看可行性和观看性。我想知道，就是现场的观众听到的就是我们唱的。但是打完这段是没办法唱了，因为这个比跳舞累很多。金哥，我明白你的担心。X part 结束之后，因为第一句是你，我们可以改，我可以唱第一句。不是第一，我多歇十分钟才有用，多歇十秒钟都没用。但我觉得应该还好哎。你打过吗？我没有打过，但是我也做体能训练嘛。你的体能跟我的体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知道不一样，但是我想说一个，就是你看我们在打完之后，其实我们唱的东西都不高，我们憋一口气。你
因为我们以前武术表演的时候是会尽全力去做这一趴的，尽全力做完这一趴是喘的话都不能说的，就喘的哪还有说憋一口气唱歌，你连个有氧运动跟我这个差远。靖哥一直就是稳在那儿，然后一直没有松口。反正我内心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个机会太好了，放几个招就可以。嗯，你可以吗？我可以，我也可以，因为我拍过蛮多打戏的。我演员哥，你拍过打戏？我演员哥，我不是歌手。如果靖哥您担心，我觉得靖哥可以把靖哥做的比较难的动作，就是你比较偏向于这个打斗的。对，可以，相信我，可以的哥。因为这首歌是叫 MMA， 是混合格斗，如果你要达到一个好的效果的话，肯定除了自身的训练之后，还要有旁边的人配合，所有人的走位、时间、距离、力度、反应都是很重要的，哪一个环节出错都会觉得是一个失误。可以的，相信我，可以的哥。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试，我觉得可以试，因为对，就是我好开心。哇塞！为什么？哇塞，太帅了！如果给我时间去练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把握的。怎么加结巴了？有把握的。这个太酷了，从来没有尝试过，来了这一定要不忘此心，太帅了，就一定要来试一下的。太帅了。然后他们俩的那个激情对我起到一定的鼓励，然后再加上这首歌也叫 MMA， 也叫混合格斗，这首歌不打的话可能其他歌就更不容易打了。应该是我跟小白就像两团火焰，把靖哥给融化了那么一丢丢。我本来觉得自己还好，跟他在一起我就觉得我像老人家，因为这个已经快到幼儿园的感觉了。你话没说完，我知道。可不可以？可以。靖哥竟然会接梗。哦，有吗？所以我觉得靖哥也是有一个开关，他那个开关打开了，什么严肃不严肃，他跟我们一样也是班级里的小朋友。 I am ready for the fight. I am ready. He didn't need it, that's alright. I never cry. 这嘛，我知道你可以吐口水那种。7 你们怎么都那么帅？我不知道你怎么了。要慢一点啊，我很 man 好吧，我很 man 的啊。这个你应该不后悔跟我们俩组吧？很后悔。好难过。没办法，木已成舟。对，生米煮成熟饭，认了吧。我遇到两个疯子。这是我自己做的健身餐，你尝尝。健身餐还有大米饭？你上京东电器买一个轻食电饭煲就能做出来了，轻食高纤维还不减饭香。京东电器还有这个特调混合果蔬汁，这厉害了，买一个破壁机就可以做到了。京东电器还有更多品质潮店，现在赶上八月大促，家电、数码产品、手机、电脑，多种爆款，超低价，换新你的生活，交给京东电器，买潮店，逛京东。丢掉背包，丢烦恼，丢掉电，旋律很简单，嗯。然后同时我们肯定要自己设计一些东西，一会儿也跟狗哥商量一下，看他的想法吧。嗯。哎，那他们怎么还不来？我觉得我目前看到过气场最强烈的就是卓哥。第一天看到他真的是完全就是
有点，就也不明明不认识个，就是哎，就是会有一点那个怕怕的。他这条线里面都是不好带的。对对对，你还有没有见过，比如说气场比较强大的这一类型的人？我也没有特别去，但你总有印象嘛，你见到卓哥这个气场就，卓哥大哥，我们马上就过去了。对对对，来吧来吧。好，行，那我们走吧，我们去直接好了。有点怕赵文卓。坐这，坐这，坐这，我坐这的，我坐这的，没有啦，没事啦，你先坐，都一样，坐五秒钟都行。狗哥，讲你的名字，你希望是狗哥就可以，还是说叫热狗？您叫我热狗就好了，你叫我狗哥，我就是江湖人称，这个无所谓的。哦，就是叫江湖称呼。我十八岁刚出道的时候，别人都叫我卓哥；三十多岁、四十多岁叫我哥，这无所谓。叫我热狗好了，对，热狗就可以了。对对对，他气场太强大，就是你都甚至不太敢正眼看他，就是尽量哎他在那边，那我避开他，然后对。文卓老师的卓哥的这个气质，非常的气场很强大，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话。刘聪，你有概念吗？就是这个，我那段对这个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我以为我已经很生人勿近了，但他这种就是生人远离，就是有一种不可触碰的那种神圣感。那么咱们现在就把词先分一下。分词之前，我们肯定还是再讨论一下，还有啥想法，对吧？对对对，就是能不能把这，就是这个，我可能只能唱这个 X 段落，对，其他我唱不了，完全唱不了。对，那肯定不可能等到X part 你们才能出来，这绝对不可能，那就不叫 team 了。对，这没办法，因为其他地方就是真的唱不了，就是这个。说唱歌手不是说他是随便说几个词就是这样的，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思想，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歌词，我们的态度，这样才可能是一个说唱歌手。你们应该也知道我的性格。这个环节是认真的吗？制作单位要注意这个问题，说唱组不想要玩这个。我觉得来这边不会特别去迎合什么，肯定是要做自己。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可能是说一上来在第一次副歌之前都是说，我就说是，你们肯定是要跳的，跳就不行，绝对不行，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这个是主要是我们情况不一样，就是我们本来在街头还有一些人认识，如果我们跳了以后会 diss 他了。就会第三，哇，你完蛋了你！反正我肯定是不跳排舞的，你做一些大动作的那种带气氛，没有我 OK。你叫我去跳的那个排舞，哇，那个对不起街头兄弟。对对对。就是你们有态度的部分，我觉得是这样。跟你们态度有冲突的话就改，如果改那边不同意，我们再想别办法，甚至是我们仨唱。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说唱歌手他是蛮特别的，他非常的有态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是跟观众互动的话，这个就无所谓，不要急嘛，你走那个角，他走这个角，对对对，那也可以，就是帅嘛，对，这有 pose 就行嘛，你跟我这么是不是这好像蛮怪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随性，嗯，对对对，你们俩就自己耍，好，对，好，我们自己耍，我们帮你带动旁边的情绪。嗯，我就是哦，好，可以，赵先生，赵大哥。没有逼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是舒服的，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个是义气的义，还有一个是爱，我觉得卓哥绝对符合这两个。近距离接触之后呢，这次对我们团中的两位说唱歌手呢是感觉是比较不一样的，但是惊喜就是印证。
啊，他确实是有很多的想法。我刚才在脑子里面闪，既然我们走就是中国航天致敬这条路，那就是一开始前奏起来的时候，其实下面场就是全暗，就到天上有，是卓哥一个人就飞起来了，跟着他飞，然后或者是身上有那种夜光条的，啪，现场一黑之后，我们再有一个花哨一点，轰，它的律动是向上的。最适合的是前面那一点，那个东西。OK， 最后我们五个人一起推到最前面，下面全，啪一跺下，啪，烟花一起，再见各位。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哇，现在我毛孔都起来了。我作为队长，我要了解每一个队员他的性格、喜好，包括他的容忍度在哪儿，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写实真的是差别都非常大，差别很大，就是其实我们五个人啊，就像真的金木水火土都不一样的，但是一旦离远的时候，如果中间被填满，当是一个多么大的东西。金木水火土，而且跟这个太空，对，我就想说这是跟太空有关系，这个太有深度了。是的是的，其实卓哥提出的意见并不多，他反而的是就是说尽量的去配合了弟弟们的想法。卓哥真的他做到了绝对的尊重，哎 respect， 当然这也是 respect 的意思，但是卓哥今天跟我讲了，我讲了一下那抱拳礼的由来，这是我的能量，我有能力，但是我把它遮一半，遮住一半表示对你的尊重和尊敬，以和为贵， respect。我有一次在法国，我拍了一部电影叫《刀》，陪观众一块看我那部首映礼。后来看完电影了，我从第一排往后走的时候，所有的法国观众站起来，冲我做这个。哦，哎呦，当时我那种感觉真是，哎呦，我值了，真的哇！砰，这就是这个姿势的一个意义。我觉得他们都挺中国的。虽然他的旋律说唱是舶来品，但是他们内心都是，涌着中国的血液。卓哥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啊。卓哥就是，比如说我跟别人起冲突了，有没有教个几招就可以快速的化解麻烦？对，眼神要很坚定的，你打我不怕，眼神很坚定。戴墨镜可能没有用。哦，对，戴墨镜。但最好来讲是防身啊，夹。有作用，有作用。这个方法哈、啊，你再怎么着，它力道都在这儿。喉咙一般都能吃住劲儿，但它如果夹，哦，那我就要过来点。两个动脉，使劲，快，看，都没事，都没事。啊。就是当别人欺负你的时候，你当然一般，哎，别，但对方非得这么来，你啪一下子，行，好了，对不起。大哥，大哥，就是这个，以和为贵，有力量，但是我遮住一半，对你的尊重。我觉得卓哥越来越懂我们。这几个队友的在想什么，比较会跟我们这边打哈哈啊打闹，就可能以前会不太敢跟他讲话，他现在他可能也懂我们，因为每个嘻哈都有一个手势。这个狗有啥手势呢？其实我是很简单，它是一个太极，其实是太极。哎，有想法啊，你自己想的？对，然后你们的也有。我们有个龙族手势，这样子，哎，这是龙的两根胡须嘛，这是龙醒了。龙困了，那手大可以，手小像兔子。哎，这是龙，兔子。到时候我们会成立一个社团，对，和盖啊什么社团。社团不行，可以街道。街社团和街道这个。那我们有街道办事处吗？对，街道办事处，我们街道办事处。哎，我们的组合就叫街道办事处，好不好？可以。哎呀，我们是。街道办事处，哦，有点帅。我们的部落现在心特别的齐，100分我给100分，1000分我给1000分，10000分我给10000分。我觉得我也就是6分吧。其实我当队长，我也是说心里话，也是硬着头皮。我当过最大的官就是主唱。哎呀，
还要看宝。来，伟德老师来了。我来了。伟德老师也进来了。我要说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我对这个歌期待很高，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有一点松散，就是它不够像我们一起完成的一个作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这之前别说再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爱你的原因在这之内。这些哥哥们在一起，应该他们有很好的表演，但是我刚才发现他们让我很失望，他们现在唱的还不够稳，舞台方面也不够协调，所以我非常有必要到课堂去提醒他们。应该多练几遍，应该是。我觉得不是练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是音乐问题，是可能我们要就是足够重视他，重视这个。这个歌和我们五个人的这个状态，可能我们要更多时间大家一起去练，所有的细节我们在一起去解决。所以老师说的意思是向心力的问题，什么凝聚力的问题？是凝聚力，你总结得太好了，就是凝聚力。OK， 是，好，谢谢，拜拜，耽误大家时间，各位继续。咱们是今儿是为什么你知道吗？没洗、啊。是今天对那种咱们今天的所有的人的没办法的那种算涣散。你让我们七点看看。对啊，你要咱们要他说中午以后绝对没问题。这歌其实我觉得也不难，咱们只要能把这歌基本上熟悉，其他就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完成。大概对啊，你要咱们要他说中午以后绝对没问题。再一个。聊了一下，然后各个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其实有一点，他说向心力也挺重要的。等我找到你，老师今天讲那个东西，我自己就觉得，好像我们真的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吧？遇到事情不去处理，每天见面了，大家都互相尊重、互相客气，可是就是不够有那种氛围，反正就觉得。就觉得很乱嘛，我从本来很有信心，然后到最后自己就越来越乱。我觉得你讲的当然对，但是多一个生活分子等于是主持人。要怎么做呢？因为我觉得现在问题是，我们老师说的这个。你合唱完，大家能够一起练的机会其实蛮少的。贴合声是辅助性的，就是这样。比如说，你看端端今天声音状况，其实我也不太能真的用力去唱。那你说怎么去找到他说的那个？你不是，比如说你说你说的那个凝聚力。我觉得别的组可能一开始会暴露出很多问题，我们是慢慢暴露的一个过程，大家情况都不咋一样。一开始都太客客气气。对，客客气气。曾经我是不安和谁，没问题。让我坠落。哎，这个很准啊。曾经我是不安和谁。加油加油，好听。后哥他们可能比较会一直跟我讲，他觉得我做的不错，我做的不错。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并没有听到很真实的声音吧，我就在想，就是说我们这个团体是不是少了一个能够说哪谁谁谁哪里不好的人？那如果不然跟阿辉聊聊啊，跟辉哥。对啊。我们大家来聊一下好不好？来坐。那这位，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法？来，你说说。我自己想要分享，就是说，
我们大家有没有真的把心里话讲出来？我觉得某部分是我们不想要伤害对方，我们都想要尽量多称赞或干嘛。那如果大家都愿意讲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我们比较有凝聚跟向心力？大家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互相聊聊。我觉得我现在年纪真的跟以前不一样，我以前就是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区，这个不敢做，那个不敢做，所以你看我也消失了很久。我自己检讨我自己，就是我觉得以前的言承旭就是害怕失败啊。可是反过来讲，这不就是自己认识自己一个很好的机会？过程非常对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过去的个性，我很谨慎，我对很多事情我会觉得我做那个好吗，做这好吗，然后到最后就是我都干脆不做。可是如果我们不试，我们怎么知道？我的心里就是说不要再跟我讲好听话，因为我会觉得那个东西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帮助。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要变成一个团体，其实就算大家不愉快跟吵架，那个是一个过程。我在猜，会不会这个才叫做凝聚力？就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都会有矛盾，所以他讲这个特别对。向心力这个问题没有的话就很可怕了，因为我一直很丧，包括辉哥也觉得我不自信。那我为什么不自信？我总觉得自己会走。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现在唯一能让我觉得我要去努力或者拼搏的理由，就是我也不希望我们团的任何一个人走，这是我的向心力。辉哥，我觉得就是我只提一点建议，我也希望就是你作为队长和剖哥，你们具有很好的能力，就我觉得你可以相信我们，然后把我们的优点一点点调动出来。队伍不好带啊，我一直没把队长真当成一个长，我觉得我再说一遍，我就是大家的一个粘合剂和棉被而已。哎呀，我觉得搞团队真的太难了。本节目由经典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生活我定义，披荆斩棘无所惧。本节目由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赞助播出，披荆斩棘向前冲，新潮好物逛京东。本节目由三星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实力霸屏，展开无界精彩。本节目由高端零食良品铺子赞助播出，高蛋白肉脯到位，哥哥训练不累。本节目由国际高端家电卡萨帝赞助播出，无畏荆棘，成就不凡人生。本节目由焕亮纯净美肌的麦吉丽生物质石墨烯面膜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超好吃的德芙零糖黑巧赞助播出，零糖也丝滑，哥哥超爱吃。本节目由简约不简单的力冷男装赞助播出，有颜有型有气场，哥哥都在穿力冷。本节目由第二代蓝针赞助播出，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保护来真的。本节目由龙母壮骨颗粒赞助播出，孩子不爱吃饭，用龙母壮骨颗粒。本节目由广汽丰田雷凌赞助播出，想智能更高能，披荆斩棘尽我所能。上微博搜索披荆斩棘的哥哥话题，进入披荆斩棘 V 计划专区，为你心中的正能量哥哥点赞吧。首轮点赞时间截止8月27日24点，点赞数前三的哥哥可受邀成为人人公益节开幕官，一起传递披荆斩棘正能量。好，是这样啊，咱们先说作品，其他的都好办。其实我对这首歌的解读也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好，这是根源，是因为这也不是我擅长的领域，这首歌。所以咱们不能说是我们俩就是老摇滚老炮，摇滚老炮这首歌哪摇滚了？这并不是我们俩的安全区。我是有些时候我是自信是在表面上，也许那种舞台上那种压迫式的东西，也许就为了掩盖这种自信的缺失。但这一次我觉得也是对我的挑战。这是咱不说好话了，我觉得目前你已经完成，但是首先咱们要完成，才能够再往深的地方讲，你明白？你能够理解吗？如果说咱们往后走的话，或者我对他解读够的话，我一定会提出来。你就不明白，我要给你讲清楚，这个你可以放心好吗 ，Jerry？ 我给你承诺，嗯，好不好？我只有一个要求，一句，
别想淘汰这个事情，对吧？可以吗？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的表现。其实我觉得咱们肯定能很好。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现在还离破壳跟捅窗户纸就差一丢丢。对。其实一个团队，其实这个 Jerry 说这句话特别对，就是能有一个大家能有一个聊天倾诉的机会，真正展示自我。团队，尤其是不是你的朋友，是新的朋友，应该这样说，搞在一起一定有，这是东西出现的，看你怎么处理这个碰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然后阿辉，谢谢你，你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说出来我自己心里的声音。是怪我以前没有往这边想，也许咱们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咱们就超乎任何人的想象。对啊，但是你知道，站在你的高度跟你们的经验位置来说，可能它不难，但它比如说对我对于云龙其实挺难的，因为它是半音，然后它又在齿缝，那个真的是靠感觉。其实我也不太懂，这两个音确实很难处理，你就把它简化。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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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试试。不安不。不安喝水，对啊，就这样。你们听一听，看你笑。三四，等一，准备。紧张，奇怪，平常看到你不会紧张，现在会紧张。看到我？别看他。你转过去，别说。远一点。好，一二三四。曾经我是不安喝水。穿过森林，误入你心，每句话扎营，割下了是非，一去不回。你觉得呢？你有什么想说的？好像倒数第一又是我。你这方式怎么那么的特别？我再一次，我没看过平坦山丘，不安喝水。不安和曾经我是不没计划没计划，不安和水，不安和水，曾经我是不知不觉就会觉得什么事情都想要做得很好啊。我也不是那种会说笑话会逗大家开心的人，可是我可以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感觉。让我坠落在这凄美地。第一次那么准，大家。Look out the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大家一起都特开心，那感觉就是因为那是一个完全即兴的一个环境。1 2 3 4，程炫是一直打手鼓，打那个轰卡，我的弹吉他，又有一个制作人的加入。Happy birthday, oh. 然后就自然变成一个那 OK， 我们是变成一个乐队的一形式，所以我们 Yellow 这首歌也想用乐队的形式来呈现，大家就好好想一想用什么乐器吧，反正我选吉他。我可以搭一个大鼓，他们一样的是真啪啪和我们个啪
那可以看出来帅，对，这个可以的，我觉得就是大家会一起嗨起来的，对。间奏是要跟他一样的，对吧？就是他演奏的那段。对，间奏。那我弹吉他，我是不是就这一段我来间奏 ？OK。通吉他如果简单的，如果只要碰到 B 或者 F， 我可以弹。加变调加弹 A。那如果这个需要这个通吉他的部分，我是可以挑战试试看。其实我一直想要做一个乐队的，然后这次有了这个机会，我真的是很开心。啊，你不要去。你记得弹吉他不要有表情哦，不要有表情，就是你很酷。Yeah, yes. 这是比较快，比较帅。This is a master. This is a master. This is a joker. 帅哥，帅哥。Yeah. One, two. 哦、look at the rock and roll man。我想要在我的舞台拿着吉他。当你现在拿这个不对，你要走路的时候拿吉他走路的时候，你不要放在中间。首先，你这样背着可以放在旁边，用手拿着它，也不用太这样，你这样会靠撞到旁边，就这样就好。拿着手刚刚好拿着这里，就这样随便的手，这才像吉他手。哦，吉他手不会这样拿的，这样就对。对 ，You are a rocker。All right， 我去练一下这个。OK， rocker。哦，这不是我的房间。我是很想要，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拿一个吉他，跟黑豹乐队的张启哥和 James， 就是真的都还没上舞台，都能已经脑子里满满都是不同的话，那在 yeah， 哇。That's cool. Yeah. That's cool. Just feel it. Banana. Hello. 有点奇怪吗？他弹吉他的时候，我觉得我看我的镜子十年前。对，他 is so cute， 太可爱。哎，昨天说过我只会 C F G A D， 试试 B， 试一下 B。One, two, three, four， 哎对，梆梆梆梆梆。So here you gotta play。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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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major。Oh yeah。Then。对 ，D。Yeah。I'm back. 对对 yeah. Okay, okay. You got it. I will live through you. 这么说的，好感动。okay. Okay. I am his shadow. 对 Yeah. He seems like a little kid when he's playing guitar. It makes me feel happy.He helped me so much already, so I'm just trying to pour all my information to try to help him somehow. For this part, for this little section, it was doom. And then back to B. B. Oh, I can't play with that. Oh, yeah. Ow! I'm trying to think.他现在只能用这个小指头，就是弄。How long has it been since you played? Long time. I haven't tried in a long time. I can't do it. Yeah. It's battles. Effects. For the bass, for the guitar. It makes different sounds. Yeah.我跟他的沟通当中，我就了解到了他的手的这个失误的一些事儿。我一年前进去一个饭店，突然一个大闷玻璃掉下来，
我的手被割断了。五次手术之后，医生们告诉我，我不能再弹贝斯了。我的意外之后，我练习贝斯 ，maybe 一个月。I could maybe do 30 seconds, and then I have to stop. And then my hand was killing me for like. Now it's like the first time I try to do it again, and it just brought back memories. But you know, man, being on the show is really playing with my emotions.For a rock. Oh. It really, it's weird. I feel really weird. It's been a while since you had that. I've been avoiding it for a long time, but it's weird. When I was doing it, I was in the mirror, and I looked at him, and he said, I can immediately understand.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哎呀，我不应该。Shit,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It's weird. It's really weird. Yeah, I know. I apologize. No. I'm lucky. Because I was just playing the bass.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played bass. 就是那个事情以后，是第一次。太疼。It really hurts, but... So one thing I felt I was really, really good at. I don't want to get emotional, so I'm gonna...I get you, man. But this song is so emotional. It's like, 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比较好。我能说什么能安慰他呢？没有任何一句话我能做任何一丝安慰。I'm really lucky I have a way to put my ideas down. What about this?他原本是一个13年的一个 bass 手，在一个乐队里头，然后看我们很。尤其是可能我这个也是很笨的一个部分，就在他面前这么喜欢这个弹乐器，就可能让他就是可能让他有一个他很勇敢，能颠覆这一切的灾难，找了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他对音乐的热爱，也是很值得敬佩的一件事情，也是很正能量的。Hello. One thing is, I really don't want you to feel like I'm blaming you for this because
I it's a good thing that this happened. It's really good. But when you started playing guitar, and then this from know. That moment. I know. But it wasn't that. I don't blame you though. Because I needed that. I really needed that. It's like we're like we got layers to us, you know. Yeah. I know that instant. I looked at your eyes and I felt what you were feeling. I'm very empathetic. So I mean I really needed something like that, I think. If you really feel that it was something that you needed, then you know, from my point of view, I'm glad, because if it made you face something and overcome it, and what you, your outcome that you got out of it is better than when you started from, then I'm glad. There's a lot of memories that come back, but it's better to get out there, you know, and live your life. You can't just stay in a shell the whole time.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你只是跟我差不多，后来我听你说他掉了，然后我说我就再也无法想象了，我觉得我理解不了了，所以我就觉得你太不容易了，走过来这些年。哥哥们对我they're so nice, and 他们也有耐心，我很感动。But it feels really good to see the spirit, you know, because when I see these rockers, it's very inspiring. 他们真的有摇滚灵魂。这就是一个男人的力量，这就是他的担当，这就是他的那把火焰。这个乐队的感觉刚开始是让他有很多的回忆，但是我觉得现在他面对了以后不再害怕，他不是一个永远关掉的门，这个可能是可以帮助他治愈他，然后让他的疼痛是有一些保护膜，然后是一种温暖的保护膜，是想到乐队的他还是可以想起啊，还是很开心，很热爱，哇，我听小段鸡皮疙瘩起身。Hello， 嘿嘿嘿嘿嘿，我觉得你们很有可能拿第一名啊。跟你合成好好听，阿卡贝拉。OK 吗？啊，他们很厉害。你们出单曲我循环，你们这一趴我单曲循环，真太棒，你们太难听，真太好听了。You know I love you so。生命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包括一些意想不到的快乐。哥们，我们说哥们。峰哥，不要乱加儿化音，哥们儿不是哥们，哥们儿，哥哥，所有哥哥，算了吧，我说哥哥，所有哥哥，我说普通话不标准的话，不要怪我啊，但是我尽量讲好一点。哎呀，非常标准，太棒了。好，我们所有的哥哥。今天要分享一件非常好的宝物给所有人知道，可以吗？可以。好，那先从你先来。我来。Make some noise！ 我们的主持人。Make some noise！ 果然是说唱歌手，张嘴就来。我的东西，我就直接示范了，好不好？甜言蜜语的话我就不说太多，我觉得我们一个人都不是格格不入，希望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一起赴汤蹈火，好不好？
同甘共苦。我想真的非常感谢 James， 为什么？对，因为跟 James 聊天我特别开心，因为他的性格很好，他的态度很好，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觉得自己的中文真的很标准。Love, love, love, man. 哎，我们都有一起学习的。对对。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就给我一个回答 ，OK？ 好的，好的。这里最帅的，你觉得是谁？最帅的是……哎，我有教你的。哥有秋千。哈哈哈哈哈！有千秋的，我不知道各位哥哥有没有喝咖啡的习惯。有，我就是一定出差都要带上自己很喜欢一家咖啡店给我做的挂耳。如果有需要的哥哥也可以来找我。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要的话，那你包那一包不够啊。我这次带了100包，100啊？对。这是一什么呀？这是一个黑科技，是一个叫免熨烫喷雾。哦，你的衣服经常会有小褶，喷上完了以后一蹬马上平。哦，其实我感觉喷水上机也差不多吧。我已经试过了，你看我在房间已经试过了，现在没什么褶，主要是脸上有很多褶。我觉得靖哥太逗了，他真的太逗了。在我印象里，靖哥是那种冷冷的，没想到说话特好玩。它这个东西叫美光机，往上提，它隔天就可以让你感觉脸会歪。这是泡脚盆，因为我们手脚都会血液循环比较慢，所以你用热水泡它呢，它会促进你全身的血液循环。我觉得卓哥为什么经常会带着它，就有人不想洗澡，但是有热水可以烫脚。洗澡主要还是为了干净。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个非常普通的健腹轮。哦，开始凡尔赛，你看，要不然白拿了。然后其实像这样的健腹轮，它的材质也是非常好，因为它是采用缅甸翡翠包裹，99赤足黄金，带着矿物资源日益消耗的金田，拥有它你将获得幸运，投资它你将坐等升值，使用它你就会获得幸运，所以还等什么呢？神乎其技的选择，我行你也行 ，Oh yeah！ 大家都知道我对好的产品非常敏感，我即刻去搜索了这个产品。来，我专门买一个。啊，希望这些好东西除了我有机会用到之外，也推荐给更多消费者。7.9？不可能，那我买贵了。我100多买的。29，买一送二，我懂了。我天，你这个戴鼻子上的，传说中的呼吸机。呼吸器的好处在于可以让某些睡眠质量不好，用了它之后呢，它产生负压以后，你睡觉的时候不会张嘴。可是它是可以帮助打呼啊。对对，产生负压之后嘴不会打开，所以不会打鼾。泡哥，我跟他住一个屋，然后他每天晚上带着这个睡觉，你知道吗？然后我每天晚上模模糊糊看到他的时候，我总想叫醒他，我怕他过去了。海泉，我可以拍一张照吗？请拍，谢谢。雾化器，你用面罩的方式，非常细小的分子会顺着你的呼吸道下去，保养声带还有你的鼻腔。哇，我觉得你推荐这个真的好，我到时候买到我跟你请教。好，这是我的命，便携式的一个蓝牙音箱。好像很厉害。我觉得今天大家推荐的好多东西都好想买，变成一个。带货现场，对，带货现场。好，啥？猜一猜是什么？贝贝家。啊，对呀、啊，贝贝家。卓哥不要用力哦。啊，卓哥要不要试一下它的质量好不好？很好，你看。
你戴的那是什么呀？它就是一个灯。骑车的时候，对，盖说的对，是很多骑行的人都会带的东西。哦，它是可以录影吗？那是 GoPro。Jerry， 你很幽默。但是我不是骑行者，所以说我买它是为了看书，夜里。但是它可分四档啊。这个都很好，射他，狗仔队过来的时候，咣 ！Nice， 好好好，端端，我，一个 lunch pad， 啊，一个 lunch pad， 哥们儿，原来你是个音乐人啊！端端，如果用我的蓝牙音响连上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天下无敌了？天下无双，然后再配上我的滚轮，是不是就一边听一边滚？还配上全哥的呼吸机，太赛博朋克。然后你们所有灯全关掉，把这个打开。这个相机是4年前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太太送给我的。哇！他送给我之后，就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拍视频。我的 vlog 就是用这个相机拍的。他是技术流，我们是摄影组的。然后我是这个相机是我去年疫情的时候买的，因为我是舞蹈演员，那会儿也没有办法去到练功房去练功，就想着买一个相机。所以这次我把它带来，它对于我来说是除了舞蹈之外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希望可以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时候也记录我们哥哥的一些美好的瞬间，说不定若干年以后再把这些照片放出来的时候能勾起大家的回忆。可以可以可以，大合照。可是就没有你怎么办？啊，没关系，我把自己 P 上去。你可以拍近视啊。Nice， 但是这边的哥哥要起来一点点。好，哇，这个好有意义哦。一二三，通过，大家通过，全体通过呀、啊！哥哥们，开始我们的滚烫人生。人家吗？请酒，谢谢。再来一瓶。来来来，辉哥，太可怕了，你那个。不知道女生具体是什么样的，就是男生聚会非常简单，不同领域的人同时聊到一个大家特别钟爱的一个东西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就根本就没有什么界限了，就是聊得特别开心。而且我觉得男人一定要有一个玩的一个东西，玩的一个东西，好酷，没线，好抠啊，把这个放到这儿，不把电源拿过来，他怕别人玩我。对 ，OK 的 ，OK 的。正经把自己降低。对，因为你要求生，所以大脑被。哇，有电了，有电了，有电了。我走，开始了，开始了啊！看一下，打游戏机。哎，有人会打拳皇吗？Yes， 哎，对对对对。哎，输了输了就下啊，输了就下啊。我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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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红的？谁是红的？谁是红的？我是。我是反吧，我是反的。还一次机会，还一次机会。哥，稳住哦！哎哎，稳住！哎哎哎，一下，就一下，就一下！哎呦，也来打两个！哎呀，一看就知道谁小时候比较乖。对。咱去那边看看那个他玩。我刚才玩半天了。断断太厉害。感觉一下年轻人的世界。哎呀，那么大的一个游戏机，里头装了几千个游戏，这完全对我来讲是另外一个世界。哎，我来，我试试，给你来一个，来一个。这个吧。咦，这只再来一个。
七个人已经拿了吉他了。对吧？谁要吉他？有吉他吗？也有的。他买的也有。哇！全部都是你。我问他，我问他。谁在弹吉他？弹这么厉害！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小春哥，小春哥，来一个，来一个！哎哎哎哎！不行，我忍不住，我再看一下谁。哎，这你们让林老师怎么去讲？下面已经收不住了，我觉得起码他们得到两三点以后了，太热闹了。换一个不一样风格的歌。为什么今天？哥哥去哪里？为什么风哥去你的？这比足球那一夜还要响亮。演唱会，你有钱都不能买到票的演唱会。跟卓哥，我跟你讲，太急了！三二一，走一。没睡着吗？就用那个抗噪耳机。哎呀，听我自己的歌，可能就睡着了。
时间概念。好开心，自己嗨翻了。然后大家都走了，我就没人陪我玩。我有点后悔，我那个进来的时候有一个要签约的一个地方，他说你觉得你会哭几次，我写了零次，我不应该写零次。我真的已经有一个预感，我也会哭成狗了，真的。就今天大家都已经回去睡觉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特别舍不得，就哎呀。真的比我想象中有意思的多。啊啊，明天晚上我这边忙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你帮我亲亲 Lucky。 好了，各位晚安了。晚安。太空留言板演唱会现在开始。我为这首歌的表演奉上的是最由衷的掌声。他们在音乐的表现上既真诚又高级，艺术品，赏心悦目。就我这么多年的表演经验来看，这首歌如果还会有人走，那真的太扯。新部落的首战的结果即将发布，末位两名部落需要自行商议，一名成员暂别舞台。哇，这也有点残酷啊。我出去吧。我们的队长还没回来。我们最低分嘛，所以我们队长就不会来啊。快，而且咱们名次不是很好，这都要写一个。让我来做。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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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开心。你知道那个感觉就很像，我很难得我会遇到这么好的团队。汉语你只是暂时离开。抱一下抱一下。我不想淘汰，我不服。我们三个人刚建立起来的友谊瞬间就要崩塌了，我瞬间好难过。如果真的选的话，那肯定是觉得好像观众对我的期望不太高，想退出了。啊，欢迎各位来到少年高校歌手大赛，有请。对我叫，只要一世一次恋爱，爱上别走，礼物还在手里。挑战开始。抄我的，没说不能抄答案。明明你找到了我的漏洞。等一下，等一下，我不看。甜蜜蜜，在想我们的吧？弄他们。最终的胜负结果。谁在心里默念我的名字，两三个字有多少的力量，谁在大声呼喊我的名字，我依稀听见了翻涌的海浪。荣耀多少魂又特别的追随。 It's my time now， 滚烫的灵魂无法被阻挡。 Come now， 逼疯的火焰尽情的燃烧吧。 Cool ground， 一千零一夜的承诺。 It's my time now， my now， 这里下一片游戏，这里有一场奇迹，这里像一个迷宫，这里有一次博弈。请大声的呼喊，让我的心感到勇敢，请让我的命运人生能不停被温暖。
It's my time now. Yeah, I've been around, but the fire in my heart, you'll never put it out. It's our time now. Yeah, we've been around, but the fire in our hearts, no way you'll put it out. Flipping 用多出窍于 who I wanna be. I stand up, 反抗不怀好意的质疑。他们最后一役臣服于我背后的逻辑。It's my time now. 奔跑在火焰之翼。Call my name. Yeah, we break it down.By the fire, it's my time now. Call my name, baby, shout it out. Stand by the fire, it's my time now. 谁在心里默念我的名字？ Call my name, 两三个字有多少力量？谁在大声呼喊我的名字？ Call my name, 我已经听见了翻涌的海。曲终只有散，留下过什么？谢谢你的欣赏。听到了人潮的呼唤，照亮了双眼，模糊了视线。上微博，进入披荆斩棘的哥哥话题页， pick 你最喜欢的哥哥，为他加油打 call。 上微博关注披荆斩棘的哥哥，一起感受哥哥们的无限魅力。感谢首席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媒体名谢快手娱乐快手综艺，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客户端，澎湃新闻网易新闻凤凰新闻，一点资讯 Zucker， 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特别合作智行腾讯地图亲宝宝，好看视频同城旅行虎牙直播，搜狗手机助手，媒体支持中新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三六零娱乐猫扑娱乐红网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乡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花边娱乐熊猫娱乐亚洲文娱亚洲影视。感谢媒体观察团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橘子娱乐广电独家传媒内参孤斗网络影视综艺报传媒圈传媒一号高能一辈子蓝小姐和黄小姐娱乐独角兽一点剧毒一鱼观察深度文娱木棉说传媒樱桃派网鱼观察娱乐产业独鱼影视产业观察冷眼看电视会火深扒深夜八卦陶红李白孟大明白我实在太 CJ 了影视前哨陶叨叨。